我现在在朱家角古镇的附近恒大玉兰亭的别墅区，准备去看房子。这边都是一些老奶奶吃饭的场景，因为现在是中午时间。因为我想对上海这个地方的房价稍微的了解一下，虽然暂时买不起房啊。可以看得到这个小区呢，里面的设施都是比较的整洁干净的。这个是上海的恒大玉兰亭的里面的一个别墅，给大家看一看，大概是700万左右吧。这边是一个卫生间，这是一楼的大厅，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。这是外面的一个场景，准备去楼上看一看。来这边参观的话都要带鞋套的。每一层它都有独立的洗手间。这种房子装饰起来是非常的舒适的，像这种别墅类的房子的话，三楼一般是主卧吧。准备走到三楼的主卧，它这个主卧里面相当类似于一个客厅的感觉。在这个外面看一下，这个阳台确实是风景独秀啊。它这个地方也是靠近于朱家角古镇的一个旅游区，这边的交通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，17号地铁线路的路边，教育机构啊等各方面都是比较的完善。刚刚有很多的人来这边参观呢，都觉得非常的不错。这个房子这边它还是有一个小窗户，它这边是一个洗浴的一个设施。有钱真的好啊。它这个面积应该是200平左右吧，700万左右，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。交通都是比较的全面，这是216平方的。